工作。啊，若要讲，今日咱这个成立吼，拄啊，咱的副议长有讲哦，今天10月1号，迄是最新的消息啦吼，副议长。迄哦，秘书长真早有讲啊，新鲜纪念日是日本抵来台湾实施明治宪法的纪念日，就是今天啊，应该是70年前的今仔日啦。我呢算我呢叫过滚下来啊吼，啊你这个，咱要大家人伫遮认识为着，莫讲为着咱家己啦，其实大家的这个心态吼，是为着咱台湾子子孙孙，大家牺牲奉献，出来为台湾的将来打拼，所以大家的精神吼，值得我们自己鼓励，对不？对。